这歌声去给我配，我好听的啦。歹势，因为吼，三个主持人普通时是我较无礼貌，所以讲我来讲。拄啊，安尼甲你算吼，唱歌66年啦。啊，请问你几岁开始唱歌哈？我18岁。18岁，佮加66，哇，即要59啊吼，今年啊。哇，你数学足好诶，足好诶。看袂出来，老师本人有少年，无看我先甲吹一下。哦，老师你播气都够好诶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是放假人呢，哎呀，哦，放假出席，而且唱歌才能够保青春呐，没错，在健康美嘞，对呀，我今天来头一个出来，就是讲我代表放假，是，而且呢，老师这个20岁就开始唱，也见证了台语歌的一个过程跟这个变化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这个台语歌的这个美呢，真的是老师诠释的非常非常好。OK 啊，而且今天可以第一个大来宾就请到老师。对啊，哎，不过我真正特别哦，老师安排头一个大来宾，那是意义深重哈。是的，我想要来老师请教一下，放假这个所在，在你的心目中。你感觉伊对你来讲什么款的意义？啊，我伫放假，人我真细汉就住伫放假，哇！然后我定来走去龙山寺拜拜，啊，哎，足巧个哦，迄阵较早吼，咱迄个农业时代吼，无啥物物件，大概龙山寺拢挂一笔香金蕉，哦，挂一笔金蕉去拜观世音菩萨，哇，挂一拜，是，对，学生时代，叫维斌呐，对，而且这个印象很深刻，对不对哈？哦，这个是我的故乡嘞，是哈。那老师这个一直都这个没有停下来练歌哈，这个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觉得哈啊，先说甲各位贵宾讲一下，我感觉吼，我们不要休息，唔是讲我爱唱呢，无唱袂使啊，唱落去身体才会用啊，对不对？